我从头到尾都是跟小丞相对戏、嗯、那这个小演员张子枫、嗯、我第一眼看到他在众多的小女孩里面我就看到他了。你都几岁了？11岁。那么老了该退休了不？你叫什么？小什么？你叫什么名字？不是本人张子枫。子枫。然后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他就是小丞相，然后到后面导演介绍，到我最后一天跟他拍完，整个过程让我非常的刮目相看。谢谢了是吧？潘导，这一次第一次合作，非常。